后来来建工期，过了那么困难，一定要过来过，才能走上去的。而且不能慢走，慢走还不行，就拿放到库里都不行。他一个是做治理，还有一个命，一点问题都没有，就到当地去跟当地。热不行，那肯定不行。不，广州那边卖秘鲁的那个皮卖的很好，进货量挺大的。智利也可以研究一下，好像他那个一年也就一个季